12月16日下午，韩国人气男演员朴海镇出席了某品牌新品发布会视频首映和写真签名会。当天，朴海镇身穿长款格子风衣，搭配黑色休闲裤，帅气现身活动现场。朴海镇一出现，便引发粉丝尖叫声不断。朴海镇和粉丝们一同观看了此次新产品相关微电影后，更是和微电影中自己父亲的扮演者演员泰仁浩互换角色，现场演绎剧中片段。在游戏环节，两人戴上兔子帽，随音乐竞技，可爱努力的模样引发现场笑声不断。据悉，朴海镇将于1月13日在泰国举行个人粉丝见面会。搜狐视频韩流第一线韩国报道。해서준비를잠시뒤에우리박지상특별한순서가있으니까함께해주시고이동해주시고우리태현씨는앞으로우리팬여러분들과오이제상의폰까지네함께하고네알겠습니다네또나름되게바쁘게지냈고요네시상식이많아서시상식들다니고보셨던광고촬영도하고뭐밀린일정들인터뷰일정을소화하고있습니다연달아이제3관왕을시상을하셨는데어떠셨어요네뭐시상식에자꾸이렇게불러주셔서감사하기도하고제가이상을받아도되나라는생각에민망하기도한데좋은상자꾸주셔서감사드리고요뭐받을수록좋은거라내년에도또주셨으면좋겠네요 정말솔직한말씀감사를드립니다우리혜진이는결혼을했어요너희들이랑아진짜됐다됐다아이거아그저부터해야죠형이머리넘기는거부터해야죠맞습니다가겠습니다테이크원자준비되셨죠레디 액션아아이거뭐가릴수도없고이거아니이좋은걸혼자쓰셨더라고요가자봐봐오야흰색아흰색싫어살쪄보여자남색아야하지마이런거하지좋은거좀줘스트라이프아아니야아니야아니야싫어핑크핑크어괜찮은데괜찮은데괜찮은데핑크할래 박수한번주세요 네, 아네아우예이야저즉석으로부탁했는데도예기차키요자기차키를포즈갑니다네 잘한다잘한다 、네、 기차키를옆차둘셋넷잘했지 100%이야성공이야박씨3번에안틀리고그렇게수틀어가시더니통과를했네요네아토끼모자에왼쪽오른쪽양쪽을기가막히게